差不多跟他一样，啊，毛量没他那么多了，哦，退一还要居额。我们的眉毛哈，男生要超过两指弧，你就是讲用自己的比例尺对你的印堂给捂了，两边不能碰到眉头，这样叫做退一。哦，啊，女生 1.5 就及格了，哦，退越开越好哈，哦，退印居额。这个也是推，你看推那么开，这张照片他的年龄大概50几岁哈，这个三指弧有，哦，而且眉长过目有没有？过了这个，哦，这是好的像哈，郝柏村他现在也是这样子，这个样子，这叫三角眉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如果长颠倒，这个两个眉毛只有。距离命宫一指弧，那叫做短眉，短眉就不理想。金志兄进来坐。咱三智观妙面，三智观妙面当的哈。哦，我回定来啊，心灵冷静。金志兄要坐家。哦。诶，弄个设置。是啊。在车里。哎呀。在车里。哎呀。小仔要看。那君婷，你们坐这里。等一下，洪小姐他们坐这里。好，居额，这个叫根根见肉，好吧，我睡哈。就是你从那边看到的距离，你就可以看到眉毛里面的肉。哦，根根见肉，它是好的眉相，这种眉相，这种女孩子性情稳定度够，然后而且这一位呢。这是柳叶眉，很简单哦，就是弯弯一个弧度，很漂亮，在额头。柳叶眉，柳叶眉在女生是旺夫相，哦，根根见肉。那当然，这个睫毛是不可能这么浓密，这是假的啦，哦，所以你如果要修眉，你标准就是今天听完以后，浓眉八要那一种，啊，女生不能见角，就插在那里而已，不要见到眉峰那个角。那，啊，你自己画眉，你不要画那个一根这样上去哈。哎，欸，这牙果那个是吗？对。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是蔡先生吗？然后啊，不好意思，忘了。好，这个是根根见肉哈。长阳尾距过目，这一种眼神哈，你看到这种眼神有什么感想？有什么感觉？这个叫。